代表先生们，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协会议现在开幕了。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，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，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。因此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。诸位代表先生们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，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。它表明，占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。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民自己手里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，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，迅速荡涤反动政府留下的污泥浊水，治好战争创伤，建立起一个崭新的、强盛的、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。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，民主联合政府万岁，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。